想去参加浪姐舞，我找了一个千万大 V 来教我。听说有四亿人都听过他唱歌，走，找不到，走。张主任，哎，我铁豆，好长手印。你这迟到这么长时间，你换别人都进不来我的教室。哎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好来来来，来晚了，真是太不好意思了。轻点啊。你那个跟我学唱歌是吧？对，想让你学。今天吧，你想达到我的高度啊，铁豆。不太可能了，但是咱把基础今天打好。开始咱抠个枣，我给你气，这个测试一下你的气息。好，跟我学，出东门过大桥，一个杆子去打枣，一个枣，两个枣，三个枣，四个枣，五个枣，六个枣，七个枣，八个枣，九个枣，十个枣，十一个枣，十二个枣，十三个枣，十四个枣，十五个枣，十六个枣。老师很轻松啊，同学们。What？ 想当年帕瓦罗蒂，他也无非能数到十三个枣而已。对对，来，该你了。出东门过大桥，拿着杆子去打枣，一个枣，两个枣，三个枣，四个枣，五个枣，六个枣，七个枣，八个枣，九个枣，十个枣，十一个枣，十二个枣，十三个枣，十四个枣，十五个枣，十六个枣，十七个枣，十八个枣，十九个枣，二十个枣，二十一个枣，二十二个枣，二十三个枣，二十四个枣，二十五个枣，二十六个枣，二十七个枣，二十八个枣，二十九个枣，三十。好了好了，停呗，你吃那么多枣也好吗？你不健康啊。再说了，老师刚才他是加难度的，他是带负，我是带负重的，你看，你看没，我是带难度的。你这就你小姑娘就，老师我也可以负重。你负啥重？你小姑娘，你，哎哎哎哎哎哎。哎哎哎哎哎